与其被动社交，更愿独自一人。社恐，社交恐惧症，我有。我只要不工作的时候，我不愿意。我只要不工作的时候，我不愿意，那什么。就是愿自己待在家里面。3月13日，何炅、易烊千玺在节目上直言自己有社交恐惧症。何炅表示，年轻的时候还喜欢唱 K， 现在就只喜欢一个人待着了。在谈及孤独时，千玺也坦言有点。其实孤独感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拥有，而具体是怎样的孤独，那也是每个人各有不同。对此，网友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留言评论哦。哎呦！看着他们赢的感觉，就开场。